来，我们现在来考考看，天詠知道什么？这个，这什么？发糕。这什么？一嚼。嚼什么？嚼什么？橘子、苹果、凤梨、糖圆。这个。年糕。糖圆。这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吃这个发糕。发糕。哦。哦，还有汤圆，发糕还有汤圆哦。老师，燕光老师都喜欢吃，耶！大家好棒，好棒，新年快乐！